晚上好啊。啊，这个我忘记撕了，这是可以撕的。今天手气真不错，抽到了第四组，嘿嘿嘿嘿嘿，我都紧张死了，我真的很害怕抽到第一组，主要是第一组时间上有点太赶了。如果这样在后面一点的话，可以有时间找找衣服啥的，虽然也不一定能找到什么衣服。真棒，真棒！今天的妆就是比较的草率，就是今天的妆就是比较敷衍。叫我们下去。啾啾啾啾啾啾啾！这个当然是蓝色的啦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发现我这个衣服上好多带子，一根、两根、三根、四根，然后裤子上还有四根。有八根，我身上有八只尾巴。小男孩。哎呀，叫我们下去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好像还没，还没。嗯，对，确实，上集这衣服你眼神真好。什么？他在场上说我是他老婆。他都不敢当面叫我，哎呀，太怂了。哦，明天，明天要 KTV 了耶，好快哦。哦，后天，后天。啊，我没有说让吕一坐中间，不是我坐中间吗？我没有说，他怎么自己在这？他是不是做梦梦到我了？梦到梦里我这么说的。对，确实是后天还有店员哦，后天好忙哦，后天还有店员，店员玩 KTV。怕我有危险？有什么危险啊？那可能店员玩在 KTV 的话，可能嗓子已经哑掉了吧？
我可能只能带着沙哑的嗓子给大家唱歌了。那种什么烟嗓，哎，我看看，好像还没叫呢。而且 KTV 说来很巧，本来我的名单里面也有水和天草的，就是想着人多着一点儿可以热闹一点。但是我后来知道，原来水水他就在隔天，然后他说他要叫我和天草，因为正好那天是4月17号嘛，对吧？然后我想着，那对，确实，毕竟4月17号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日子，那我们就7周年相聚吧。后来我就没叫他们，也怕他们。主要是也怕他们和小北不熟啥的，就没叫了。今天不瞒你们说，今天还有气儿，今天真的还有气儿。哦，有。地震了！我本来想留到后天的，但没想到今天已经要喝完了。啾啾啾啾啾啾。啾啾啾啾啾啾！明天，对了，明天我还要明天，我还要那个什么志愿者，明天要当志愿者。明天要和冉薇一起去给厨房打杂 不知道明天是要做什么菜呢？我可以给叔叔洗菜。有点害怕切菜，我怕我把我手指头切下来。我可以切那种大块的那种。如果有土豆的话，我可以那种切大块土豆，那么大一块。我不知道要不要切菜了。好激动啊！不知道明天有什么菜。是不是当志愿者还要给大家盛菜呀？我不知道，好像不用，好像只需要做菜就好了。不是做菜，就是，打饭，要啊。感觉现在大家都可以团购了，就是感觉吃食堂的人就少了一些。食堂视频还没录，还没录呢，还没抓到娜姐呢，不是得和她一起吗？
没呢，没呢，没呢。二胡环节，你想多了。嗯，什么？亲爱的，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感谢了四季，温暖了四季。哎，怎么唱来着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看看啊，一个表情。听我说，听我说，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好像叫我们下去了。叫我们下去，那个不可调了。怎么在中心还有路口调啊？哎呀，我可以远程录吗？不可以，哈哈。那我先下去了。去了去了去了。